探索异乡他国的神秘趣事，记录不一样的热风情。相信很多人都知道，印度是一个多风俗的国家，在印度还保留着很多原始的风俗。不过最近在印度就有种对着庄稼念经求丰收的奇葩招数。所谓的对庄稼念经，就是当地的农民对着地里的庄稼念经。看到这，想必不少人疑惑，这样开阔的办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果拉邦是印度的一位修行者，在信徒们的心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。不久前他就开始鼓励农民采用念经耕作术，而这种宇宙耕作术就是农民需要坐在自家的地里对着庄稼吟唱20天的经文。他们相信只要对着庄稼念经，就可以不用施肥喷洒农药，这样既省了成本，还能提高产量。而且庄稼自然生长，再加念经的能量，产出来的粮食绝对是纯天然无污染。这样的说法听起来确实难相信，但是目前在印度这个国家已经有1000多户农民这么做了，而且他们还准备推出一种瑜伽耕作术，想要庄稼有更高的产量。那么来到地里，你既可以对着庄稼念经，也可以对着庄稼打坐冥想。不过迄今为止，第一批听过经文的庄稼还没有成熟，这样的方法是否能增加粮食的产量，现在下结论有些为时过早。说不准他们这个怪异的方法还真能创造出一亩偿万金的奇迹呢，让印度当地人再也不用贫困的问题了。怎么样小伙伴们，你对印度庄稼的这种耕作方法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本期视频就先介绍这里，欢迎关注我们，观看更多的精彩视频。